问不者，快三年的感情经常的主动让我好累，但是放不下，好爱他到底要不要继续。人生很多事情难以两全，判断世事的好坏也有很多标准。无论问不者是否放弃这次恋爱，感情上都很受伤害，但这就是人生的意义，取舍之间也让我们成长。问，能帮我精确占卜吗？答，能。点上方红字加关注订阅，私信千羽老师，有机会获得免费占卜。占卜规则：一，首先让自己内心保持平静，放空自己的大脑；二，然后从下面四张塔罗牌中选择一张最有感觉到牌；三，切记不可反复挑选牌，从左到右依次为 A、B、C、D， 不要偷看答案，测算的准确记得分享给朋友也占卜一下。不要偷看答案，测算的准确记得分享给朋友也占卜一下。 A， 权杖七在你们关系中出现了更大的挑战，但是这张牌的信息是不要放弃，坚持，这是一个痛苦的抉择，因为是很喜欢这个人，想和这个人在一起，想着想着就能坚持下去了吧。 B， 圣杯三对方可能已经有了新的目标和选择，而且相处愉快，两个人的爱情是一份契约，除非在一开始便说好，可寻新欢，不然旧爱，若有二心，欢喜而散。如果对方已经有了新的目标，就请你大方放手吧，再痛苦也要放手，无论你多爱对方，成全别人也是成全了你自己。 C， 高塔你和伴侣间将要面临突如其来的改变或解体，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存在了信任危机，如何改变都已太迟，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丢掉旧东西，不论你如何抗拒改变，它迟早会发生，它暗示某种结构或模式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的存在，发生突然的改变是为了让你能再次成长。 D， 宝剑六，宝剑六与排除问题有关，渡船的方式象征克服眼前的困难，也象征沟通方面很顺利，思绪无碍，能解决难题。这张牌也代表现在有些状况必须要解决或是处理，或为达到另一个目标而处理现在的事情，也代表另一种新生活的探索和追寻，找到新秩序，并且不再处于混乱。所以既然放不下，那就坦诚你的内心，去寻找解决的办法吧。